你谁呀、啊、你？谁他妈亲我？我每当和别人触碰超过五秒，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样子，直到三天后才能明白自己。但没想到今天是你。撞邪了吗？我居然提前变了回来。这就当做我们的结婚礼物。神经病吧？这买车去，买吃的，买衣服。他为什么不接受？单晨曦吗？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一定得帮我查出我哥的秘密。嗯。好。在干嘛呢？他在就凭这些俗套的路数就想拿下我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放手。一凡是我的，等我查出单一凡的秘密，把他赶出公司，仙阁集团呢就是我的主事大局了。一股茶香，不愧是单总喜欢的味道。